The Unlucky Little Phoenix， 他就是那个天生招邪的扫把星，想活命的都离他远点。若不是因为他，你怎么可能没有出事，就没有替你和阿姨？爷爷，以后有我在，不要怕。进了八路书院，就可以让母亲和弟弟过上好日子。于剑仙镜前侧干骨，定仙缘。百鸟朝凤，凤凰降临。圣非所愿，并非所愿。你们所有人都该死！我是未知，历经磨难，尝遍冷暖，才站在这里的未知。The dominant and considerate princess。若郡主愿意终身相托，李谦必定信守对郡主的诺言，一生一世守护在郡主身边。今日啊，郡主入我李府，将来还要负起我们李家钟馗之责。这么快，你便在府内居于上风了。郡主真是好手段呀！我不想与你生出局，但高小姐最好适可而止。你平时说的那些都是骗我的，是吧？啊，痛，真的痛！这归根结底啊，还是我娶了一个皇室贵女啊。经营皇室婚姻不易，本郡主就许你扶贫子贵。我爱你，我这辈子定爱她、护她、敬她，与她知应门庭，白首相庄，给她一个家。The smart rich girl。这毒可还要解？是什么毒？那是我新买的香粉。有缘再见。不是不是。傅大人，可否让令爱来我这里当书童一月？这小女生性顽皮，再给先生平添麻烦。你说我从这儿回去会不会变得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、博古通今、满腹经纶？算了。The female student disguising like a boy。我叫凤成俊，小生文斌。今后我们三人就住在同一屋檐下，要么小弟留下来陪我睡，要么你们两个都出去。啊！让我陪你睡？你要看？文斌，你也来洗澡？难道我的命运就注定如此？你来学一学，我帮你看一下。文斌兄，果然体恤啊。连腿毛都这么细少，一点胡子都不长。如果以后日子都是这样的，我也太惨了吧。 The girl who travels through time。 打扰了。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的？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有什么目的。你该不会都不想让我走了吧？你会伤心，会难过，生气了还会发脾气。你该不会是外星人吧？那你要见识一下外星人的力量吗？冲啊！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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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我离不开他，离开他我就不复存在了。虽然说现在发生的一切无法解释，但你现在的行为真的特别像是在碰瓷。